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宇豪，非常开心，我人现在在京都拍我的旅行书。然后，因为我一直很喜欢旅游，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可以边工作，然后又可以边玩，现在非常放松，徐徐微风让我很想睡觉。那我先去睡个午觉了。我的第一个就是笑，哈哈哈哈，哈哈哈笑，哈哈。第二个，抿嘴笑，哈哈哈。哈哈哈，就是笑的时候很累，然后又不想一直笑，就抿个嘴好了，因为嘴巴也会很干或很酸。第三个就让我思考一下，第三个是什么？第三个就是不笑，不笑不能笑，对。对，不能笑，对，是酷，没错，是酷。还是笑。等一下，酷。憋不住就抿嘴。2015年，一零璀璨之星又来了，这是非常厉害，分为三个组：模特儿组、美少女组及演艺组。5月26号开始正式报名，欢迎大家赶快上网哦，加入一零璀璨之星，你就有机会成为璀璨的明日之星。加油！